哎呦我去，大事不好了，兄弟们，我的游戏中少了一个人呀，这个人他去哪里了呀？伙伴们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他是谁呀。他的旁边是啾啾和杜美美，他的迷你币是300个呀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伙伴们，你们先来猜一下他是谁。他左边是啾啾，右边是兔妹妹，他卖300个迷你币，消失的这个皮肤是谁呀？今天我登录游戏就出现了这个事情。后来呀，我又重新登录了游戏呀，输入了自己的迷你号，点一下开始游戏。大家先帮我记一下消失的这个人是谁呀？他的左边和右边的人你们记住了吧，一个是兔妹妹，一个是啾啾。进入到了游戏，伙伴们，我打开了商店。消失的这个人是谁？伙伴们，你们先猜一下，左边是啾啾，右边是兔美美，中间的这个人是谁？300个迷你币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吧。在游戏中马上就可以揭秘答案了呀。暂停，这是米斯拉，左边是啾啾，右边是兔美美，上面是魔闪闪，消失的那个人是米斯拉呀。伙伴们，如果你用过游戏中的米斯拉，请点一个赞。前几天我们收到了消息，老迷要换装，这一次老迷又神秘的失踪了。伙伴们，老迷的换装是不是要来临了呢？所以他卡了 bug， 在游戏中我们才看不到他。如果你们想看一下老迷换装的新样子，评论区输上2279，你的评论区就会出现呀。